好，另外来看到光峰地区农会配合农委会推动设置绿色照护站，提供农村长者在地老化。那么今年推动第二年了，学员的到站率超高，在农会办理的年度成果展当中，纷纷要求明年要再续，获得农会很正面的肯定。岁末年终，光峰地区农会绿照站年度成果展，学员们个个劲歌热舞，活力四射，展现参加绿照站后的活力生活。光峰地区农会今年二度配合农委会办理绿色照护站，提供农村长者共餐共学，在地老化，生活地方好评。尽管每周只有三天的课程，学员们仍踊跃参加，吸收新知，彼此交流情谊。或者说，你可以用马来装的便当的饭，所以我们都是很环保的。还有，我们也可以拿来当装饰，这么漂亮的，用那个宝特瓶来做一个叶子的形状。学员透过这一场岁末成果展，展现整年度学习成果，也表达感谢之意。面对学员们的肯定，更殷切期盼能永续开办的心愿。农会三巨头也听见了，并表示明年度也将会继续向上争取计划，提供农村长辈适切的照顾服务，一起共学共餐，健康共老。记者石玉兰、光复采访报道。